这是洪武，明朝洪武。这是永乐田白佑爵士碑。这是宣德，这个明朝皇帝一个接一个宣德龙纹，看这龙纹，宣德大碗。这是正统，也就是空白旗，正统。风很大，都把胡子吹起来了。这个是正德，五号正德，咱也不知道他为啥叫是正德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喽，大名鼎鼎的成化鸡缸杯，这个罐儿也是成化的，这小罐儿叫姜罐儿，也是成化的。最后这个是弘治啊，对，弘治下边还有款弘治年制，弘治的，这弘治的龙纹，在这边比较好，这是弘治、成化，它都给你标好了，所以端带端完了，鸡缸杯就不用说了，正德的一个，这是。一个小罐儿，方罐儿，六口方罐儿，六棱罐儿，这是正统的，也就俗话说空白旗，正统天顺，这大名鼎鼎的宣德，田白佑，永乐，洪武大帝朱元璋，好，走一圈对明朝历史就了解了。